作家为民自杀，生前秘史大暴露，女性终为弱者，我要报复。彼女は独身の音楽教師。妈妈真好看，我不要这坏爸爸，我要妈妈。你告诉我，妈妈从前也哭过的。作家志望的single mother。前几天我在报上看见维宁做的小说。だがその才能は男社会に食い殺され。我是不会结婚的，因为我不能做一世的奴隶。要说我现在没有心恋，并且也不会爱你这样的人。辛亥革命以後、国民党政権下の残る男尊女卑。你们这帮狗，设下了种种的圈套，叫我们女子受尽你们的侮辱。你们这天罗地网。生活就是活得比倒下的，只要再站得起来。中国社会派映画の生みの親、蔡中尚が仕掛ける最高傑作。您救救我！我要活！我要活！新女性。